搞定了，搞定了，偷水的事儿搞定了。真不愧是我的好老公啊！我要给你积一大功，真的。累死我了，说吧，怎么犒劳我？那你说怎么犒劳你？先舔一个。小子，爸。 请坐，你也坐下。我刚才忘了跟你说件事儿。爸，不带这样的，爸，咱都可都说好了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你不带改的。你还记得东北矿上你赵叔和赵婶吗？啊，赵叔赵婶，那我怎么能不记得呢？从小都看着我长大的。 我这两天跟小米还说呢，什么时候让赵叔到北京来玩一玩，咱们一块儿是吧？明天就到了。你开车去接一下。你赵婶给我打电话了，说你赵叔最近身体特别不好。哦。他们就准备到北京来做一次全面的检查。你提前把那个床铺和医生都给联系好了，把号也提前挂上。现在在北京看个病，挂号多难呢！你这一排都排一宿啊。 然后明天下午4点，北京站，你去接一下。爸，那个不，明天只怕是不行，因为最近医院确实挺忙的，我怕这个请不下来假。你看能不能打个车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人这一辈子啊，总有老的时候，总有动不了的时候。人家现在有困难了，你帮不帮，伸不伸这个手，这个时候才看你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品了。小米。 爸说的对吗？这对。你看小米都说我说的对，是吧？嗯。你请不请得了假呀？那万一有手术怎么办呀？是，不请也得请啊。咱们有车，而且赵叔和赵婶不一样。 这戏什么时候杀青啊？哎，谢谢。估摸着怎么也得月底了吧？啊，来，这当初这投资方啊，还是要7亿打包呢，幸亏没打包。我看这23级的戏啊，后期能剪出32级来。打什么包啊？该多少级算多少级，你说是不是？嗯。什么叫打包啊？就是夯不啷。什么叫夯不啷啊？就是一脚踹。一脚踹。 王姐，嗯，慢慢的呀，你就都明白了。这以前是干什么的呀？怎么想起干这行了？我在没生孩子之前啊，我在托儿所当老师，嗯，后来我在幼儿园也干过副园长，嗯，生了孩子，我在家带孩子了，再没工作过，这不闲难受吗？出来心想，这行肯挺好玩的，接触接触。干这倒挺合适。 啊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您这不是跟带孩子一样吗？那倒是，有点像。哎，你们都跟了他多少年了？我3年了。啊，我也差不多3年半吧。哟，那3年多以前都谁跟他全走了都？王姐，嗯，你觉得跟着他怎么样？一开始不太适应。 有点害怕，有点紧张，慢慢相处着，也觉得没那么怕了。一开始有点怕，妈咪也特别好啊。聊什么呢？啊，没事，走，咱们走吧。哎，等会儿啊，我这衣服好不好看？好看呢。我怎么觉得中间有点像面条呢？而且像手擀面。嗯，没有。 我觉着要冬梅穿上肯定像面条，你穿一点都不像。看，冬梅，啊，这像不像面条？不像，它有点像咱三更的百叶窗帘。嗨，还不如面条呢。走，来不及了。那个，你跟那个红衣服导演都带着要接戏啊。你真行啊！啊，结婚了，小日子过得挺美的是吧？把我这大媒人就忘一边了哈。 给你打电话，你也不出来，也不去我那儿。
你想干什么你？我怎么能把你给忘了呢？哎呀，没什么呀，都快烦死了。哟，你这才结婚几天呢，你就这样？我早知道结婚这么麻烦，我就不结了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可真的别太天真了啊！这结了婚呢，跟谈恋爱那就没法比了。你说这男人结婚前跟结婚后就是不一样哈，这家里的事儿怎么就这么多呀？全是鸡毛蒜皮的事儿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，搞得我头都大了，我晚上都睡不好觉。哎，小子，啊，我跟你说呀，一会儿你接你赵叔去，你得早点去。哎，开车的时候路上注意安全啊。对了，你见着你赵叔和赵婶一定要热情啊。热情，哎哎，好，好，刘主任。哟，金大夫。那个一会儿我。那个一会儿啊，半个小时以后到会议室302床专家会诊一下。不是明天吗？改了。改了，谁改的？明天专家没时间。明天这。喂，哎，老婆，你别说话，先听我说。现在有个紧急情况。本来呀，我今天下午没有会议，我可以去接赵叔和赵婶。但临时有了个会，我就不能去接赵叔和赵婶，所以你一定帮我去火车站接一下赵叔和赵婶。谢谢你，老婆啊。不是我，嘿，你神经病吧你？忘吃药了吧你？是卖房子的，我跟你说，这种推销电话你也甭接，特讨厌这帮人。不是，金亮。哟。你怎么了？你俩吵架了？没有，他们老家来人，然后他爸呢，非得让我们去接站。我就跟他说：“你有什么好接？你打个车不是很方便吗？对吧？你告诉他地址，直接就过来了。不行，非得要去接，说啊，我肯定能去接，答应的干脆利落的。结果怎么样？有事儿了，还得我去接。那你现在说这些也晚了，你们不都答应人家了吗？你就去吧。”不是问题，我车不在我这儿啊，在金亮那儿呢。哎呦，这活人还能让尿憋死呀？你真是的，你打个的去。不是你没明白，为什么我公公让金亮去接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不是刚买辆车吗？开着车去又气派，显摆显摆为了。哎呀，你说我这表哥，我跟你说，他从年轻到现在，他都这么爱虚荣，真是。哎，但你这么想啊？你老公让去接吧，那是要显摆车，对吧？那要是你去接，那不就为了金亮吗？我跟你说，这夫妻之间吧，你两口子得互相疼，得给他面子。什么情况？卵巢囊肿，胎儿早产，准备手术。清除腹腔积液，是。刘主任，胎儿心跳很微弱，很有可能保不住了。必须保住。患者的双侧卵巢和输卵管都要切除，如果这个胎儿保不住，以后也不能再生了。马上实施剖宫产，通知新生儿监护中心。好的。